果了。国宝去找上他那去检查去了，他展览，我说还有哪个展览？还有一个老头展览，哈哈，就剩你了。对，来野外。完那国宝说，那他那还讲话呢，那破房子，他那还去，哈哈，对对，他那有什么用啊？先听我说完了。我不去，我一句什么话都不会讲。聊聊天，你看你。甭聊天，没得聊，没得聊，你去再一个过滤吧，知道吧？那说别就不合适，对吧？你赶紧走，你快点拿着花筒走啊！别喊上哪上别着，知道吧？这话到底是啥子没有？对吧？什么里边那边的瞎话，那全是瞎话，瞎话乱七八糟的。你看这尊重你都不说，我注意。哎呀，真的，对，今儿必须得把这个走，知道吧？我一会儿就能走啊，一会儿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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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都拿走，一会儿拿走。啊。哎，听我说，你能干全着，你瞧瞧着。我知道，我这待着走啊，我不愿，我等会儿，知道吧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一会儿我就走啊。我老一回事，这个怨我的这家伙，这多干的歹我回头呢。这回为什么出点事？怎么了呢？这刚刚别抽烟了，这我也不抽烟了，赶紧走吧。行，没事，老农民嘛，已经来看过了，他们就怕出啥事。派出所都来了，派都来过了，已经来过了。那个、哦，派出所已经来过了，这是村里的，这村里的。村里派出所什么时候来过？那个前两天，前两天找那个唱钱带着，唱钱带着，唱钱不是发完了以后嘛，就找着唱钱来看看，没事。是肯定是。刚才那个村里的嘛啊，对，可能我估计是不是你之前没跟他们打招呼？没有。对，打个招呼比较好，这样的话农民嘛是吧？不他不知道你在那聚众，也不知道你干嘛。对对对。我们再进去瞅瞅。我来看一下，看我的单位没有？那行，你先看，我们刚才拍的，看啊。还有跟村打招呼呢，没打招呼。村里要给你找事儿的话，就是事儿。关系吗？跟他们不知道啊？跟展览？怎么回事啊？警察来了？你不早来，你都没感觉吗？啊，跟警察有关系？警察有关系啊！警察来聊什么了？多多，来一二，还没看呢，快进去看了。看毛，哎。
警察截住你问啥了？他问我你怎么长得那么帅，我妒忌你。我说没办法，那上帝赐予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本来就是，你为什么那么帅？我，你的衣服为什么那么酷？我说，我是免费可以给他穿。今天我们来到红站。没运过去，本来要运过去，然后就这张。
老彭军那里的地方，老彭军。谢谢你们啊！他的就是挺辛苦的。对，没他们帮忙，是是让你们实在帮忙。对，你要不来的话，其实挺也挺麻烦的。但是那队，我觉得应该不灵的。我刚才看村里好像来了吧？不是，就是他村里的也不是，中央美院买下了。要是他村里的恐怕感觉那儿好像是个厂对中央美院买下来，然后还有差点手续他就没盖，也没用，然后那个村里他搞一个看园子的一个原来一个老头，我们关系我在他家附近住，邻居就挺好，然后呢等到他后来老头去世了，他让老太太他老伴儿在这看园子，然后我们挺好，我说我来这画点东西行不行，他说行，我就来这画点东西嘛，完了先头是在那个楼那画，楼画，然后画完以后呢，就讲还没过瘾，你知道我自己跑这边画来了，画完以后那天碰上串钱，串钱我给你多攒吧，就这么事儿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有点闹剧，那人家展览都干干净净啊，都是豪华，我说整个这样的地方展览，我说这个厂长这个思路比较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的作品他一房子的作品，你搞不下，这回搬出去两车，那您搬大厂搬都搬那边了吗？搬那个燕郊那边的，燕郊大厂都搬走了，搬走了，就是作品我这画都搬走了，工作室搬那去了，这边其实您现在今年，我觉得您现在。所有艺术家都考虑什么？现在都得从线上搞，也租不起，反正这边房子也租不起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说您卖画什么的，您可以搞线上。现在您电商，你看这快手直播卖东西的，这电商多什么呀？这老冯给你们搞的福利，就得自己动手啊。就是好动，哎，哥哥。我那牙他妈也掉光了，要不要给你点？不要，给你吧。169266啊，3833。我们比较野蛮，你太文明。什么感官呀？给你的。啊，总感官去了啊。好的。嗯，就出的水分多。行不行？好，哎。嫂子，你这太会吃了。哇，甜啊！哇，真的好甜。这两天水分跑了的。哦、我们吃晚了。行了，晚了也有点水，这个干就这个都干了。嗯，但它有甜味儿啊，这个甜味儿好好啊。这上面就不好了。今天这个展览很牛叉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赶紧去，老冯，这是大师会。我们老冯有才，大师告诉我，大师告诉我，今天来了不少警官给我们压轴，对对对，嗯，给我们辟邪，知道吧？对对，太好了，他们太可爱了。对，冯导，这个钢制太特别了。这个，来，谁来了？他姥姥来了，姥姥都给请来了，姥姥来了，嗯，看你。喂，你给姥姥封个红包，你不是有那现金给她封个红包？好好，给老人封个红包。没有，他们收藏了，收走了一堆人。你看今天这个展览，啊，最后压轴那个来了，我以为是警官压轴。策划的，唱前策划的。哎呀，这个展览。这画都抢光了，知道吧？全部被抢光了。对，爸爸，进去看看，走，你看看，对。吃上玉米杆子了。嗯。这个楼收获了，我们俩去过那个楼，你不知道。突然发现就是一大帮朋友。认识这么多朋友。哎呀，太牛了，就是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你要不来深作，哪认识这么多？没有，你想，就是外边有没有朋友？你今天交了全部没有这么真的，一个都没有。这人一个比一个优秀，都是真的。对，我一跟姥姥说，姥姥很激动啊，那我去啊，我去。这人一个一个比一个，他那个纯洁。对，但他盖多好，今天都送啊，对，就是在你这儿更有特殊意义，跟别说还不一样。这有点特殊啊，确实有点特殊，有点乱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对，没有水。所以挺好的，这样，所以以后再送到那个这活动也不是不好搞。警察刚才站在路口还把我截住了，他妈骗人的！人家就是故意和平的，他那个王帅天天说。你看我刚才，主要就你看刚才那不人，他在刷我。
去哪儿？因为他主要是你蹲下拉一堆屎，都有人盯着你，看看你拉，现在很麻烦了，就不自由了，知道吧？他在被子店肯定干的麻烦了，去哪儿？对吧？是吧？他可能知道没事，但店还得干。